来外地参加朋友婚礼，错把我和伴娘安排在一间房，结果……你要不你别找了，这也不能藏人，咱俩喝点呗。不是，咱俩这样好吗？都喝上酒了呢。这有啥的？要不你还想干啥呀？不是，那我还能想干啥呀？这玩意儿……那你老实巴交的，谅你也不敢咋地。不是。这我就不爱听了。那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吗？那你听说过另一句话没？啥呀？先吃掉对方的才能称之为猎人。啊，这好好好，你这个。那你呢？想当猎人还是猎物呀？我觉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是最好的。行吧，给你5分钟，上厕所去吧。干啥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你上一下，我要换衣服。不是，你，咱俩喝酒，你换衣服干啥呀？喝酒得穿战袍，知道不？你赶紧去。不是，那你就上厕所换呗，你这撵我走干？哎，这怎么这么鲁莽呢？这猎人呢？